就是大雨大雨，然后我今天很高兴来 There， 就是桃园，我们第一次在桃园表演，然后对我们来说很新，然后情绪很不一样，对，感觉好像第一次出来表演一样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装扮自己，怎么样表现自己那样子。然后现在有了很多高科技的东西，比如说我头上那个灯就是 LED 的，就是感觉好像会很热，但是没有，但是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热，应该是 LED 的吧，对 ，OK， 好，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，这首歌叫做 Luca。Thank you.
谢大家。